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96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变形金刚真人第二集 Revenge of the Fallen 里头Fast Action Battle， 就是简称 FAB 级快速变形组的双胞胎兄弟，已经是距今12、13年前的玩具了。那挑这两个呢毕竟是双胞胎嘛那买的时候呢，我也是同一个卖家去买的。那保存状况的话呢，刹车呢还不错基本上几乎可以说是完整无缺那这个泥挡的话呢，缺件是没有了，但是它的里头呢有一个手的话呢，这个已经松弛了就没有办法把它，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修复，但是我也不以为意了。那么这两个玩具呢，对我来说呢。是我2月初的时候就已经买到，但是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拍呢？大家知道这个 FAB 级的玩具呢，现在这些变形金刚的开箱UP 主里头可能也只有我会有做这个系列吧，应该很少有人会去做这个。那这一对玩具的话呢，当时是我买到，然后那几天的话呢，刚好我母亲住院的时候呢，我也把她带到医院里头去这也是陪我在医院里头度过一段时间的。几个玩具其中一个，那我就顺便提一下。那2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我今天我为什么说我最近其实事情是很多的？在2月初的时候呢，我妈妈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当时是为了打这个疫苗的关系，所以去做一个体检，没想到我们意外发现她的肺部的话呢有阴影。那我们当时非常的紧张，我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就跟我弟我妹这个我们都。甚至我妈妈自己也都非常的低潮，我们都想惨了，会不会是得了癌症嘛？因为毕竟这个器官里头有阴影出现，这个任谁听到都是非常震撼。那总之呢，结果呢就是说，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这个肿瘤也不小，非常的大，而且在手术结束之后呢，从这个我妈妈的肺部里头呢抽了2000 cc 的水出来。那执刀的医生是说呢，他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这个肿瘤，还有这个肺里头一个水泡，他就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已经过去，那个我妈妈也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也是一样身体非常健康了。那所以说，就如果是家里头你有老人家的话就定期给他们做个健康检查比较好。那像我。妈妈这个状况呢，其实她家庭主妇，她已经有可能有20、30年都没有做什么身体健康检查，她就是都待在家里头照顾我们这个家。像我们在外面工作的话呢，像以我们公司比较上规模的话，就会每年都有定期的健康检查了那么就大家也都关心一下这个老人家们，就是长辈的一些健康状况。好了，我们是一个魔玩开箱的节目怎么跟大家提到这个当然我也不介意提这个了就毕竟这是我的节目，我的频道，我觉得我不介意在我的频道里头讲一些我生活中一些记录就是我觉得我想讲我就可以讲。那各位也可以就是我想若干年以后，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或许还可以从网络上这些节目里头去探索到说呢，在哪一年什么时候呢胡服骑射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就好像散落在很多历史资料里头的一些蛛丝马迹一样想想也是自己一个很大的成就感了行了，那我们这个双胞胎兄弟的话呢，我还是不喜欢这两个人物了那玩具的话呢，车型它做的还不错而且体型也很大。我讲一下这个等级FAB 级在09年的时候呢，是定义呢是比 Deluxe 等级呢还要在第一个等级的。那你看当时的这个 FAB 级的玩具跟现在的低级玩具比起来，这像什么样子当然它还是有里头有大量的空洞车形态的话呢前面还有侧边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面的话可以看到一些人物的脚掌就是不太合理的一个部分出现。那这两个玩具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刹车它做的比较优秀一点。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变形过程。这个地方稍微戳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脚掌给打开，两侧给打开往下好的，这个子弹先拿下来，往下放下来啊，直接的连同这个腰身一起放下来。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话，就手臂啊，这样一翻啊就出来了。手臂的话自然下垂，背后这个部件呢翻下来，头的变形有点意思啊，这样转一下啊，把这个头呢给翻出来啊。这看着有点调皮的这个变形方式啊，也是有像双胞胎啊。 那么这个子弹怎么弄呢？它是手臂，它是可以有一个手炮变形的啊，这样翻一下就完成手炮的变形了啊。是按一下，这里一弹，还这个虽然是10多年的老玩具啊，但是这个弹射力度还是不输给年轻人的啊。那么这一款这个刹车的，就是保存也比较好，各个方面都没问题。那么这个迷档的话呢，就有一些小毛病了啊。一样的话，我个人的习惯吧，还是先把这个。 脚后啊，这个地方先把它给解开啊。这个泥档变形啊，是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它的比较没有那么爽快了啊。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它这个它这个手啊，还是有一点这个。等一下各位打开看你就知道啊。先把脚松开，这个地方一样放下来。那这个手臂啊，一样从这里翻折把它给翻出来，这边是没什么问题。 但这只胳膊的话呢，它整个胳膊是松的啊，就整个已经松掉了啊，就可以把玩起来就比较没那么爽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已经是，反正就这个玩具来讲的话呢，就保存上是比不上这个绿色的刹车那么好。这个，但是我个人就还是很高兴的能够把它带回家啊。这个插栓呢，好像是有一点，好像。 往这边跑了一点，对不对？这个我们把它往另外一侧推一下好了。推不太动啊，没事吧？反正就这个平常也是战师的这个战师的命运居多啊。我们把它给扣回去。好了，扣上了。你是怎样？你就这么不喜欢？ 这么不喜欢正常的露脸吗？对吧？好了，就反正我一开始就已经对你，总而言之，你各位看到啊，这个就本来就已经就看着有点呆啊，你这个手脚这样子晃一晃，你看着就更痴呆了，好吧？就只能说你的这个 NG 是增加你的愚蠢度吧。那么以造型来说啊，其实 Deluxe 等级。 以下的玩具做成这样还算可以啦，那可动也就是基本上都是四肢可以动，那头也没有的转动，脚前后踢，就如此这般而已啊。那就也是一个老玩具，它没有什么其他多余的可动啊，就一个纪念性价值比较多。那也就利用这一集的话给大家做个分享了。那对了，还是要讲一下，它的手炮已经讲解完了。 那么这个刹车的话呢，我是很怕你这个东西又掉下来。它的一个联动机关是一个国际礼仪的这个中指，它这个中指是可以动的，而且是中指是可以发射出去，就这样子把它，就是有一个发射出去的感觉啊。OK， 中指给你。那么它是收回，它这个收回来的话呢是啊、靠着这个啊，我们是如果要快点就拉这样子。 然后把它往后拉，那它就收回来了啊。那么收到底的时候呢，还是要这里要稍微调整一下，把它往后拉到这边，这个不会把它卡进去。那么呢，它的这个转轴啊，不对，这个滚轮啊，前面手指的这个线是缠在这个粗的，它里头还有一个小转轴，小转轴的话是转后面这个。那大转轴跟小转轴的线呢是不能同时收，也不能同时放的。 一旦同时收或同时放，最后就会卡死。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我有把它拆开来看过里面的机关。那这个反正也不是很重要了，各位，知道有这么一个玩具就行了啊。那我们再把它给站稳一点，好，这个好，就坦白说啊，摆在桌上看起来还是蛮有分量的啊。如果把它跟现在的一个 Deluxe 等级放在一起，你看它的架势呢，一点都不会输，一点都不会输。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